谢谢。这么好听的歌怎么这么短呢、啊嗯？老师，音乐老师答的，这只有两段而已、啊。音乐老师答的好、啊，音乐老师答的好 啊, 啊！为了你啊，我们特别请这一班呐、啊。为了我。为了你，真的，因为您对这个老师的要求特高。对呀、啊，因为你这个音乐造诣呢，相当的好，相当的深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请老师。骗吃骗吃。本来别抢两个而已啊，一个 piano 一个鼓啊，为了你啊，多请一个 bass 一个 guitar。骗吃什么？骗吃骗吃啊！我是说，这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学生呢？一路来都是有四位老师的嘛，对不对？哦，有吗？因为这个是大大啊、大那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大大那边大大大大大这边大春联啊，先大。你们一来的话，你们一来的话，我就哑口无言。是，不会哭到哑口无言。我们两个对你可是不会毒舌的嘛，对不对？是吗？你看我们刚刚光挨了挨了挨了挨高老老老老，我挨了挨了挨了心不平。你看，话中有话啊！你这个感觉好像很怪，你这边挨着挨着啊，他这边，你干嘛相亲？不好意思啊！有朋友称赞你耶，有朋友称赞你，哇 ，this singer 的 outfit 啊 ，like broadcaster。broadcaster 啊 ，OK 啦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my song。Oh, because of the nature. Yeah, okay, now so it's not Channel 5. It's got to be former, you know. No worries. Okay, you know because if you the impersonation.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Oh, you cannot say what the hell! Now you can't say that! Oh no, you're going to switch back to Channel 8, right? No more Channel 5. No, I want to complete my sentence. You can't stop me now. I wanted to say because the person that you're impersonating, Mr. Fei Yuqin. Oh, really? You know, he one suit, fo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China. All one suit. So you suitable. 我可是第一次，哎呀，长这么大，来到新加坡13年，第一次看到双语天后的语言被打败了呢。It's not被打败， it's just a bit your time. 哎呀，我们讲回我们的中文比较好。是，我们是华人呢，还是讲回中文比较好 ？No, sir, you're wrong. You gotta teach my friend from Taiwan. 哎，一样哎哦，我觉得中文哈就比较到。比较有那种亲切感，哦、oh, ，really， 还有讲福建话，更加有亲切感啊！在台湾，在台湾，对不对？啊，你平常时啊讲福建话无？哦，会。哎呦，我你讲几句来听看嘛，好唔好？卖了，我的福建话就是。我你介绍你家己啦。啊，一地啊，你看啦。哦，一地哈。要紧啊，一地好吗？几粒就无好了。对不起，主持人，我可以唱歌吗？未使啦，讲到唱歌啦。啊！特拜访问我那些假烂嘞！哎呀，不好意思，哎呦，特拜访问你假烂啊！拍摄是做一位访问你，访问你，刚好你假烂嘞。OK 啦，会使唱歌嘞呗？即阵我等了真久了嘞，我爱困了嘞，真嘞。哇，老真假烂嘞！哎，来喽，你看，搞一，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个听看麦，一拜我讲，六点都爱来啊，对不对？家己爱困，搁来怪东怪西，对不对？哎，面呐面呐，你是咱的 VIP 嘛？面呐，这搞要跟你讲，马路辉哥坐过，啊，你坐咧困呐？已经客气啊，麦面呐面呐，来啦坐啦，面呐，坐啦，面呐，坐咧困呐。伊讲哎，伊讲啊，面呐，无饭好唔好？咩面？我要安奈甲你讲呢，因为一个歌星就要应付20分钟的时间呐。破白你的歌随唱流安尼带呢，安那别甲你讲话，你甲我讲呢。你别老你嘛老较长诶，老一点点嘛呢。哥哥是真少受气的，我甲你讲哦。咱第二条歌吼是主曲哈。来，歌唱较长哦。啊，会使，尽量。你搁尽量。尽量啦，对不对？好。不变，歹势。哥哥那是生气哦，我跟你讲，我是伊的皇阿玛，那老爸嘛无法度讲话，对不对？啊。我不，什么会讲？讲。安怎？你那唱了不好，唱了收底，我就叫人把你拖出去阉了。OK。